哥，我们来了。慢点脱这鞋行不行？行，老公给买的，不行也行。哎，这啥意思？那是行还是不行？行啊，心里可行呢、啊。老公，你记得我原来给你发过一微信说，想咱俩去旅行吗？嗯，没有家里人也没孩子那种，好像实现了你。